城堡，难料结局悲喜境，命运帮我或是帮他，谁明始终究竟，各显千秋世上群英，何日结局分得清，幸运归我或是归他，谁人终会获胜，快把握今天先机，尽我力去创美好新环境，将心里美意作注，以真爱换情意，拼他一拼。就算早知爱恨离合，难料结局输与胜，亦愿心意尽为他倾，赢人生最好胜。呢度台面嘅筹码每一份系50万，我哋开始好嘛？爽快！你想点样玩法？首先玩，我冇所谓，咁就玩沙蟹。好啊。我看你都是高手，你帮我检查啲牌。仇大千绝对不会在牌度做手脚嘅。我真的高兴，我重出江湖就遇到你们两位咁有风度嘅人。受晒客气。请开牌，牌牌，你话事，1万。3万。
事。我话晒，我跟你。如果我哋赌大啲呢？想点赌法？赌埋我哋只右手。太可惜，倾俘虏咁大牌，可惜。不清胜负成败，难料结局悲喜。李浩然，李浩然，或是帮他，谁明始终更远？各显千秋世上。傻子，你咩意思？愿董服输，我丈夫向来都好人道，唔会间三斩你只手落嚟噶。我哋请咗最好嘅医生，会同你麻醉咗之后，先斩你只右手落嚟，一啲痛苦都冇噶。早晨。我哋唔好理呢班癫人，我哋走。你做咩啫？走啦！你傻咗咩？走啊！走啊！你得走啊！一个真正嘅赌徒系要愿赌服输，但系要你只右手喎。赌徒已经冇人相信，如果我哋再唔守信用，就更加冇人睇得起。好，唔可以，屠真，你真系天下第一金手，你唔可以俾佢啊！一笑，如果你想好似你师父陈延柏咁样一世做缩头乌龟，唔肯输只右手俾我，你可以走。不过你呢一世都好似只啃佢老鼠咁样，见得人。我哋走啊！估唔到陶一笑唔止冇口齿，仲冇胆添啊！你收声，走！龙，你翻来先。我可以忍受冇咗你受手。但系我唔可以忍受一句说话，吐一笑，你冇口齿。你两
手啊！收得钱，我俾你，你斩我右手啊！你只手喺我眼中，简直好似狗腿一样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啊！No！靓仔，唔好乱嚟啊！龙。你仲系咪爱人？唉，杜生，如果你仲系爱人，就要听我说话，即刻撤！杜生，杜生。宋生，你可以俾佢斩你啊！宋生，宋生，你手上可以俾人斩嘅，你就听解咁走啦！宋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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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俾斩你又走啦！你有心先得你咁走啊，宋生！一笑果然是千坛上一位大人物。请。我们一样，我们又不做事，恭喜恭喜，一样，你不会死。
系全中最大嘅中原王国，我哋会成为岛王，我哋会成为岛王啊！陶生，陶生，陶生，龙，我哋依家系战斗，喂，你斩咗陶一笑只右手，就算啦。嗯，你仲想我点样啊？佢杀咗你个独仔噃，你唔使说挑拨。我斩咗陶一笑只手，只系第一步咋。咁即系话，你仲会对付佢？我要慢慢折磨到死为止。珍仔，珍仔，做乜嘢？我好多血啊，好多血啊！傻仔，你头先梗系发恶梦啦。我见爸爸成身都系血啊！傻啦，唔好乱讲嘢。珍仔，你乖乖地自己瞓觉先，姐姐落去听电话。嗯，爸爸咁耐都未翻嚟噶，或者呢个电话系爸爸打翻嚟咧？嗱，你瞓觉先啦，乖乖。嗰啲，咁我啲俾。喂，哦，你等阵吓，我姐姐你嚟啱啦，阿龙打翻嚟噶。喂，阿龙啊，点样啊？而家点样啫吓？司令，你争定啲先。阿陶生赢定输啊？你而家即刻嚟市立医院。医院？点解啊？你唔好问咁多，即刻嚟。哦。你的手。
住咗一隻右手。你係千王，冇理由會輸嘅。一世為佢嘅山姑。爸爸，啊，爸爸。唔好啊！男人大丈夫，顶天立地。你睇爸爸，爸爸都冇喊。你已经知道情形点，你翻去。我要休息。爸爸，我要陪你。你听话，我系梁父子贵人大臣。涂山的手，涂山的手。我把贼人马，佢扎咗狗屎落去，你唔会得佢？点解？你个心大转，老谋心算。而家系咪真送死？我就话同陶生啱倾过呢件事，听日已经全面上去。而家最紧要做嘅事。就系翻到同事公司，抱住一齐，免得有人喺呢个时候浑水摸鱼。大哥，陶生有事应该你顶上啊，冇理由俾一个林顶上噶。唔使讲咁多，陶生点讲，我哋咪点做咯。哦，如果系陶生讲，冇所谓，最怕有人假传圣旨啫。哇，咁明确啊！食饭未啊？喂，曹操，陶生好不幸受咗伤，谂佢身体唔使几耐就会康复，所以喺练真空嘅时间，我希望大家比以前更加团结合作。我哋而家赌场嘅生意算唔错。议会的球场亦都差唔多完成，所以我好惊仇家会喺呢段时间乘虚而入。最怕乘虚而入嘅唔系仇家，系另外有人啊！你咁讲咩意思啊？前排边？诶，阿龙，陶生叫你嚟。只不过系暂时代管陶氏公司啫，唔系叫你嚟作威作福噶。家人，我估唔到连你都咁讲。陶生嘅嘢，我哋会尽力去保存。只不过你
最好唔好喺我面前擺款。好。如果听我讲嘅，就留低喺度；唔听嘅，即刻出去。大佬啊，呢啲咁嘅人啊，系你憎得佢啫。为得逃生，我咩都要忍。我喺陶氏嗰度挑拨离间，阿佳嗰班人个个呢围一弄，谋朝篡位喎。咁睇法，我哋几下手势就可以踩冧陶一笑当摊。咪住，我哋虽然要喺老爷面前立功，但系都要小心啲好。你嘅意思系？依家边个系佢哋嘅阿头？梗系阿佳。佢依家喺边度？入嚟啊！喂，又话同我搵个靓女，咁耐仲未嚟嘅？诶，有个室留靓女，咁啊，快啲叫入嚟啦！哦，好。傻咗啊你！你咪依兰，阿佳。你放心啦，今日我嚟系冇恶意嘅。咁你想点？听闻你同阿龙唔多开心噃？呢啲嘢唔关你事啊。陶一笑又太过分嘅，你跟咗佢咁耐，冇功劳都有苦劳啊。点解佢会咁对你噶？陶生对我好好啊。好，就算佢对你好好啦。不过，如果你对我好，我会对你更好。听晚你起齐人，去烧咗陶一笑间新赌场。佢哋啲人死嘅，到咗听晚十二点，除咗阿龙之外，所有嘅人都会忽然间消失。你明噶啦。一个月个做嘢咁难赚，梗系啦，班友仔唔信你啊嘛，呢只系你指引得咋，俾着我，我起码做嘢。
街嗰班友仔唔見曬。早啲嚟，而家即刻叫你哋倒垃圾曬。正啊！放走曬啲人，不過我哋唔係想殺人，係放火。嗯，祖生，你估你啲鋪開大定開細？你以為你攬腦定就得啦咩？我根本驚都未驚過。你知唔知我可以將你啲手腳敲跛曬，留低你喺度先至放火？你冇可能咁做。點解冇可能？因為我喺度。大哥，槍啊！哥，好計。點解會咁嘅？我點知點解啫？杜先。我一早就估到仇家會派啲奸仔嚟我呢度。你阿佳同我唔啱，甚至冇依蘭嘅引誘，阿佳都係我圈套。杜天，陶生既然受咗挫戰，但係我哋都唔係好食。咁你想點啊？我只係。好似啱啱咁講，打斷曬你手腳，然後擠你一笪地方，跟住放火。我哋放心，我唔會咁做。咁你想點啊？送你上牢房。一於紅五好，唔送啊！誒，局長，佢嚟保釋杜天，係。依圖縱火謀殺，多謝保釋。後生仔，呢個世界有好多事情，任你諗爆個腦袋，都唔明白嘅。我早知道你有呢步，我係話俾你聽。今次我咁做，只係想你知道，我哋唔係咁易輸。我以前真係低估咗你，或者你高估自己。唔知陶一笑喺邊處發現你嘅？你唔錯，咁俾面，仇生。林記，你好嘢！學家尊敬你嘅敵人，如果唔係人哋叻過你，佢就唔會呃到你。係，曹生，你兩個扯完貓尾未啊？阿龍，如果你肯離開陶一笑嚟幫我嘅話，我俾你坐第二把交椅。多謝。
有時農廠都唔及狗竇。仇生，今晚我揾人殺咗佢。你顧住你自己條命先，你同佢鬥，我買你輸咁。假手只可以在外表上帮你保持美观，在实际上不可以帮你做任何的事。我的左手比右手迟钝很多。当然了，陶生，你的右手一向号称天下第一金手，你一向都不用左手的，当然不同了。我是不是可以出院？你認為沒問題，隨時可以出院。陶生，你仲未走？点解我会走啊？你同阿龙订咗婚。哦，订咗婚一样可以工作嘅啫。你唔记得咗我系你仔家庭教师啊？饮咗啲汤先啦。真仔翻咗学啦。嗯。唔好同佢讲咁多关于我手嘅事。我会做噶啦。我仲连报纸都收埋添。陶生，日本赌王沙漠嚟咗上海，佢指明要挑战你。德梧先生，你系日本最著名嘅赌王，今次嚟上海系咪要同陶一笑挑战呢？系，我呢次嚟到主要就系想同陶一笑一较高低。三木先生，但系陶一笑嘅天下第一金手已经断咗噶啦噃，系，真系可惜，我冇亲眼睇到天下第一金手嘅厉害，但系我苦练咗三年，嚟到上海，无非就想同陶一笑一较高低，咁样会唔会胜之不武啊？赌钱。是要用怒，不是用仇。如果陶一笑以这样的藉口来拒绝跟我交手的话，他就简直是一个懦夫。激将法，最古老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。他来找我，我还可以退。但系佢报纸度公开向我挑战，我冇办法退。你唔系真系想应战？我仲要陶氏公司有头有面落去，我唔想人哋叫我做懦夫。陶生，但系我知，我冇咗只右手，我千术只系得翻一半。但系沙木呢个人。并唔系咩高手，就系咁，你更加唔可以输俾仇大千，唔系耻辱，但系输俾个二流嘅人，
做咩嚟？我哋个个同学都话你系冇胆鬼，我咪同佢哋打过咯。佢哋系冇多人。我唔理佢哋有几多人，如果佢哋话你系冇胆鬼，我仲要打佢哋，我唔怕噶。真真，爸爸都系同你一样，唔理佢哋有几多人，爸爸都唔怕。果然唔系懦夫，无谓多讲。你想点倒反？择色啊！好。30万一局。点择啊？你嗌一个数字，我择出嚟；我嗌一个数字，你择出嚟。让你先挨17年，19点。喂，你无理取闹喎！事先讲好，佢点讲我点执。我哋嘅难度比你高，呢一个我哋胜。我要赌多一局，一局就够啦，使乜再赌？刚才只不过系初次接触，唔知道斤两，点能够分得出高下呢？喂，咁你即系赖地硬啫喎。唔紧要，你想点再赌份？我先至声明，呢一个我要赌100万。100万？有咁多咩？攞上嚟。相信呢度啲金条都不够啦啩？足够。陶生。我哋冇咁多資金，我哋有幾多？50万，再加埋贏剩我30万，一共係80万。冇所謂，欠單我一樣照收。好啊，點賭法？呢次我唔賺，你賺，我畫個數字，你賺俾我睇，幾多點？嗱，听清楚啦，1点都唔要。看不清胜负成败，难料结局悲喜境，命运帮我。或是帮他，谁明始终究竟？各显千秋世上群英，何日结局分得清？
幸运归我，或是归他，谁人终会获胜？快把握今天先机，尽我力开创美好新环境，将心里美意作注，以真爱换情意，拼他一拼。就算早知爱恨离合，难料见。